考一次日检你需要准备什么？首先，读写练习是必须的。听解当然要买一本来练。文字语汇也要买来背。啊，还有文法，文法我也需要再加强。考前冲刺还需要模拟试题。居然要花这么多钱，救救我的钱包啊！其实你只需要买 JLPT 新日检 N2 一本合格就够了。强大的 JLPT 新日检 N2 一本合格里面到底有什么？你一本一本分开买的题型攻略通通有。文字语汇帮你列出常考词汇，两种读音的汉字，同音或发音类似的汉字词汇整理等等，并附赠单字句型记忆小册，集结书中所有单字句型，随身携带超方便。让人超头痛的文法，书中帮你清晰教学，无论是助词、被动、使役、受受表现等等等等，各种必考文法全都整理归纳得一清二楚。读解给你各题型解析、解题策略提示，让读者熟悉实际解题方法，强化应试技巧，在考场无往不利。听解一样有重点攻略，更强的是书中所附 MP3 不只包括模拟试题篇音档，连教学部分、单字文法例句、单字句型记忆小册，这些通通有音档，几乎整本念给你听啊。 Nice！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？最重要的实战演练，本书收录最新趋势日检模拟试题，书中纸本三回附有与实际考试相同的答案卡，让你充分习惯答题手感，加赠一回线上模考题，在 Easy Course 网站运用互动式学习，每答一题系统会提供答案与解析回馈，更利于及时检视观念。当然你想多练手写也没问题，一样有提供 PDF 档案下载，学习方法任你选。写完题目如果没有将错题学起来，那就是白写，或许写题详解根本不详细，是不是让你很困扰？本书详解中不仅对题目与正确答案、错误选项皆有翻译与解说，更补充题目与选项内所有单字的解说与使用方法，详细到不能更详细，帮你将学习效益最佳化。东买一本西买一本，最后备考却还是不完全，你需要的是一本解决基本观念到实战演练的 JLPT 新日检 N2 一本合格，新书上市79折优惠中，就趁现在立刻带回家吧。